咱这是不是真要和工人当亲家了？你说这孩子，我现在觉得我腿都发麻都。 现在你的短信就来了，你爸怎么说呀？你让我问的，我全都问了。我爸说，当年给他针灸的医师用的是一个针灸的铜人，还说他针灸了半个月就好了。针灸之前还要先泡呢。真的？嗯，听说那个铜人还是宋朝的呢。这个立体的穴位啊，比平面图谱的效果就是好。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我现在在家不是天天翻书吗？我看的那个都是平面的穴位图，可是针灸铜人就不一样了，他那个穴位都是立体的。 如果这个铜人要是按照针人一比一的比例做的，那不就更一目了然了吗？那个穴位找的肯定更准。那你就买一个针灸铜人啊，回家好好研究。哎呀，我怎么买啊？我妈现在不是反对我学针灸吗？那你能不能偷偷的？那怎么偷偷啊？那么大的一个东西。说的也是啊。哎，半夏，如果咱俩有家就好了，那我给你买满屋子的针灸铜人放在家里面，就好像兵马俑一样，一定特别酷。 已经想好玩的了，到时候啊，你就不会觉得枯了，你肯定会觉得特别的枯燥。怎么会枯燥呢？你这个职业是最神圣的职业，那我们老师呢，拯救的是精神；你作为医生，拯救的是肉体。我们两个人是同谋，我当然支持你了。同谋？嗯，反正我已经上了你的贼船了。我妈妈说了，这叫女大外向，就是，你赶快跑吧。甜甜，你跟我好，你真不后悔啊？ 不后悔，我好想什么？变成你的针灸同仁，被你扎个遍体鳞伤，我都不后悔，因为这样，我就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名医。 我终于出手了。我数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。你唱的是什么呀？我唱的是黑狗的《一二三木头人》。我真的很想你。放开我，这大街上都看你了。我不放开。我数一二三，木头人，给我一秒心动的眼神。好，甜蜜，甜蜜，你先放开我。 到我家吃饭吧。吃饭。嗯。见见我妈，见见我妹，咱们相一家人一样吃顿饭。这就是我对你的表白，行不？真是个大叔，连表白都这么老土。你不同意？我愿意。你为有你的爱情的完整。<笑>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。 又看着你，<笑>我就要让别人看见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还要去你家吃饭呢。<笑>妈，啊，甜蜜的事儿啊，哎呦，我这两天一忙给忘了，你放心啊，我给你问去。啊，行。 完了，你就赶紧回家吃饭啊！你嫂子今天得见见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来挂了啊。风俗苏小姐，你的快递。哎，我的。对。这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Big surprise！ 生日快乐！ 我照样的终于有靠山了，先气死田雷公那小人。妈，
您说说，您这都是什么心理啊？这是啊？什么什么心理啊？这人就这样，你没听说过呀？人比人气死人。这女人没嫁之前比娘家，嫁了之后比男人，有了孩子比孩子比亲家。这回啊，我可有东西比了。那个，一会儿甜蜜来了，您千万别说这些，行吗？我求求你了啊！我说什么了？我这是以你为骄傲呢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打预防针去。打预防针？什么预防针啊？我就是个粗人，我这屋子虽小，可我爱干净。哎，喝点水。谢谢阿姨。这杯子我刷了好几遍了。来，谢谢。我去端饭去啊。哎，阿姨您不用忙，我不饿。闺女多好啊，半夏，你找了这么好的对象，这是烧高香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最了解我儿子了，谁要嫁给我儿子，会享福一辈子的。哎，妈，别说这个呀。你别笑话我啊！谁家的父母啊，都说自己的孩子好，我呀就怕半夏看不上你。哪儿啊，阿姨？是我追的半夏，现在流行女追男，是吗？不是，我追的她。我说的嘛，你看你比半夏小6岁，又是研究生，我们半夏呢，她是个电工，她呀得脱了鞋追你，不，得骑摩托车。阿姨真有意思，咱们吃个橘子啊，甜蜜甜蜜。你爸妈呀，真会起名字，你看挺喜气的哈。哎，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妈妈，我妈，吃饭吧。知道了，这饭我都做好了，家常饭，你别嫌弃。我都想好了，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啊，我呀给你们买个二手房，这首付啊我都快攒够了。阿姨，我不在乎这些，只要有半夏就够了。那不行，怎么说得有个新房子呀？你说我们家她有个妹妹呢，这人多住在一起不方便。阿姨，我家有房子，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装修好了，为的就是当嫁妆。是吗？嗯，你爸妈这么有本事啊？哎，一定是当大官的吧？嗯，我爸爸是厂长，我妈妈在公安局当处长。厂长处长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官啊，哎，我要跟魏东他妈说了，他妈不得气得眼红啊。妈，哎，该吃饭了，该吃饭了。你爸显灵了，你爸可算显灵了，给你找一个这么好的对象。是吗？是吗？先坐下，先坐下。你可不知道，半夏她爸爸走了之后啊，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委屈，在厂里涨工资分房子都没有我的份儿，还比我提前内退，这心里啊真是委屈，就是没有靠山，要不然我们的日子也不会过成这样。这半夏也有条件上大学了。阿姨你放心，你今后有我们了，以后谁都不敢再欺负你。这回有你啊，我就踏实了。我有一个当官的亲家啊，我一定要让他传遍中药集团，让那些给我穿小鞋的人看看，气死他们。阿姨，您退休前也是中药集团的？对呀，这半夏没跟你说呀？她没说过，不过我爸爸也是中药集团的，也许你们以前还认识呢。是吗？嗯，你爸爸是谁呀？我爸爸叫田立功。哎，你首先应该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怎么可能有？你看看他哪家。我不管他家庭是什么样，只要他把我这个腿治好了，他就是我女婿，我就给他调工作。当然了，他要治不好，那就别谈了。你这是拿闺女的未来赌你那条腿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也太不负责任了。我那是治这口气，我就不信我能找不到一个好女婿，我要彻底粉碎赵燕子的诅咒。阿姨，我觉得这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啊！你看，你跟我爸爸以前认识，现在呢，半夏又到我家给我爸治病，而且我爸爸很喜欢他。婷婷，你拿来收起他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！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半夏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半夏。
我知道您不喜欢他碰中医，不过咱们不是都希望他快乐吗？谁管你是咱们？那好，你不支持他，我支持他，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的闲事儿不用你管。我不是管闲事儿，我只是希望他快乐，因为他快乐我就快乐。可我不快乐，真不愧是田立功的女儿啊，欺负人都欺负在人家门上来了。我不用你教育我，从此以后你们俩就断了吧，谁也不认识谁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就这样，回去告诉你爸妈，我叫燕子，不伺候你们田家人。哎，田蜜，田蜜，我跟你说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妈凭什么那么对我呀？跟仇人似的。你不知道，这件事特复杂。复杂什么呀？我就说支持你搞中医，我怎么就踩雷了？你说啊！真想让我说吗？当然让你说了。你妈妈性格太古怪了，前一秒钟天使，后一秒钟就是魔鬼，我真受不了她。我也受不了。刚才你们在那儿说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就像地震一样。田蜜，咱们认识时间太短了，咱们太不了解对方了，咱们连对方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。跟父母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们两个人谈恋爱，不关他们的事。不可能！你知道当年。知道当年是谁把你爸推下楼梯的吗？是我吗？因为你爸不给我们家分房子，因为你爸让我妈提前内退。田蜜，咱们两家的恩怨已经几十年了，几十年的恩怨，你明白了吗？都乱了，彻底乱了。不许追！烧香引鬼，把狼都给我带回家了啊！田蜜不是狼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无辜的。他是无辜的，你心疼他，你怎么不心疼你骂我呀？那田立功本来就是咱们家的仇人，自从我给他介绍林黛玉，他就开始整我啊，一天就没停止过，直到你爸爸死，他当了车间主任。那个时候你记事儿啊，你都记着呢。他对咱们家做过一件好事没有？一个他，一个李黛玉，那就是咱们家的仇人冤孽。妈，妈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啊？一提起那两个冤孽，我的心脏啊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妈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啊？去什么医院？我没病。那要不我把那个子喊回来，好吧？让你死丫头死外面吧！他一开始要给我摸清了底细啊，我也绝对不会让那个姓田的进咱们家门。别生气了，要不谈会儿？你们就气我吧，你们！哎，我跟你说个故事啊。有一只骆驼在沙漠中遇到了一个仙人掌，他问仙人掌：“你在干嘛？”仙人掌说：“我在针灸啊，你呢？”骆驼说：你在针灸，那我就在拔罐喽。你这个山寨版的针灸，哎，你现在连拔罐都知道啊？厉害吧？笑话大全，为了给你个生日惊喜，我专门去书店买的。书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想了解针灸，想了解中医。哎，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你糊弄小孩呢？好吧，被你看穿了。其实真实的理由是，我不想让你小看我，我可不是山寨版的。给子苏打个电话，让他回来，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还有你啊，让你找个踏实的女孩过日子，你给我找个祸害回来。他爸爸把你爸爸害死了，你还想把你妈害死啊？啊？你说，你要你妈还是要他？你说呀，去向你爸的遗像发誓去，啊，不要再跟姓田的来往。你说不说呀？等你妈变成遗像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听您的，我们分手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还想知道，在中国人的眼里，到底是中医厉害还是西医厉害？
个嘛，是没有可比性的。就好比，西医是男人，中医是女人。男人，女人。对啊。哇，太奇妙了。你看，男人可以靠力量去战胜敌人，那女人一样可以以柔克刚啊，四两拨千斤。四两拨千斤。怎么拨？你示范一下。中医不是开玩笑，是治病救人。你知道吗？中医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都成哲学了，不仅可以救生命，还可以拯救心灵。哇，你真伟大！不是我伟大，是中医伟大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中医治病救人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的，它是因人而异。就像那天我咬那个伤员的穴位，这些都是书里没有的。哎，还真是哦。哇，我以后都不敢小看你了。那当然了，你还不能小看中医呢。其实，这些我也是偷偷从我哥那儿学来的，我也是山寨版。真的？哇，太厉害了！他们怎么能叫你圣女呢？你简直是神圣的圣女嘛，该让男人膜拜才对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圣女？什么膜拜啊？哪儿跟哪儿啊？当然是你喽！我还知道啊，你相过27次亲，而且还打败过27个男人，战无不胜。哇 ，You are every girl， 钢铁女侠。是你的。连我隐私都知道啊！因为我是先知。OK， 不跟你开玩笑了。啊，那我最后来祝董子苏小姐 ，Every Girl， 28岁生日快乐，青春绽放。谢谢。总算消停了。你说，那小子有哪点好？甜蜜怎么那么喜欢他？那小子轴啊。身上呢有股酸劲儿，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他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看他看着那眼神啊，恶狠狠的，他很像一个人呐。谁呀？董唯一啊，当年给我治病那个神医啊。得了吧，你那是让腿折腾惨了，判神医判的。可能吧，反正这小子再也不会来针灸了。那咱找别人吧。会针灸的中医多了去了。不不不，这是两回事儿。我自己有种感觉，这小子下针的手腕很轻，进针很狠，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，倒很像那个董唯一啊。我好像是找回过去的感觉了。当年治好田立功叔叔那条腿的人，原来是我爸。对，就是你爸。那田叔叔肯定知道我爸当年下针的好用方法。我说呢。他腿上那些红点儿，那肯定就是我爸当年下针的穴位。怎么着？哎，你真的给那姓田的治腿去了？对啊。你丢老人了你！都是你把破针惹的祸，我让你治。哎，妈，你别拿针撒气！哎，妈，这有啥罪啊？就是有罪！你给仇人治腿就是有罪，你对不起你爸爸。我对得起我爸。这些针、这些书，还有我爸的老病人，还有那个针灸同仁。那都是我爸留给我的财富，狗屁财富！不让你治，行了，你别闹了，你别打，该上床睡觉了，我明天上班呢。我这是继承我爸的遗愿，我对得起我爸。夜的，您一个人在这坐着，那邻居们看见了，又以为咱们家怎么着了呢？是，我不怕人看，反正我都是恶人了，我让所有的邻居们都看看啊！我赵燕子里外受气，谁给您气受？还能有谁啊？说我的呗。妈，行了，你就进去吧，你坐这算什么呀？这么大人了还任性？我怎么任性了？啊！我是你妈，我害谁还能害自己的孩子呀？你现在又害我们一回啊！你说你坐这儿让人家邻居看了，还给咱们家又出什么事儿了呢？我不怕，我都够丢人的了，自己的儿女都不跟自己一条心啊，我还怕谁议论？行了行了，你小点声，谁跟你不一条心了？你这不是拆散我哥的事让我想起我和江浩的事吗？行了，子苏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跟人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我帮你说话，你别说了，干嘛？两个不省心的东西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家我做主，谁也不想掰我。半夏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只要我活着，你就甭想碰那把针，更不许碰那田家的人。还有子苏，
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容易啊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你不愿意在这个家可以，我成全你，就当我盆盆水了。那你快点泼呀！哎，都是群白眼狼。儿女养的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都是些活冤家。没了，没事，好了，没事。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子苏，哎呀，哎，子苏，你以为我是甜蜜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别听咱妈的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呀，去找他呀，就跟他说你爱他。你要搞清楚，跟你过一辈子的人是嫂子，不是咱妈。嗯，行，再见啊。下班了，小彤，跟我回家吧。还敢笑话我，看我回去怎么修理你，刺儿给你拔。甜蜜，你来了。哎，甜蜜，甜蜜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，哎，甜蜜，甜蜜，你等一下。等什么等？追什么追呀？啊！妈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一路跟你过来的吧？哎，你要是有空啊，你跟我去夜市啊，卖袜子去。卖什么袜子？我还得上课呢。上什么课呀？啊！你走那教室里去，他在上面，你在下面，你俩大眼瞪小眼的，多丢人呢！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那怎么？好，你敢去啊？我就在这儿卖了，我卖给他看。哎，你这个倔驴，你等等我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怕丢人，我不怕，我就让他看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吃各的饭。你干嘛呢？啊，赶紧铺货呀！来来来，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居家过日子，一样都不能少啊！来来来，走一走，瞧一瞧啊！买袜子吧，啊，十块钱三双，可以可以，半价。你干嘛呢你？啊？哎哎，让我接个电话，接电话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有我在，你不想跟他联系，我说了算。让我接。哎哎哎，接。哎呀，白货白货。干啥干啥呀？你这干啥呀？来来，这哎呀，这怎么样，大姐啊？太好了，这都是好袜子啊，结实着呢。对对对，来，给我买几双，便宜啊，便宜。哎，这鞋带，你看这鞋带怎么样？也不错啊，不护心，你看咋的？这双鞋子护心，护心，都是纯羊毛的。哎，那这个护箱里拿着，啊，这哎，这纯羊毛的，你看看，这个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通。还是不接电话。吧，我是他妹妹，他不在，他让你来找他的呀。哦，也算是吧，他给我发短信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哥这回终于像个爷们了。嗯，那他人呢？我刚到学校门口看见他，不过一转眼就不见了。糟了，肯定被我妈押到夜市去了。押出去的？我妈那人就那样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我哥一晚上都没睡着觉，
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他发短信来着，你没收着啊？我收到了十多条呢，我都以为我手机中病毒了呢。这爱情就像个病毒，一旦发作无药可治。明明生气吧，心里还是要想他。即使觉得扎手，也要扎得鲜血淋漓才罢休。哎，这首歌真的挺好的，谁要是能嫁给他，我觉得他肯定特幸福。这么说，那个幸福的人就是我了。你去找他呀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都不接，估计是生我气了。他不敢。我带你找他去吧，等我一下啊。我把他放下。刘大夫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是老田明天赶着做报告，怎么好意思让您亲自跑一趟呢？都是熟人，那就别客气了。那他这腿严重吗？太严重了。刚才我看一下，店里已经发烧了。你看这天，关节发炎，腿都肿胀变形了。这病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啊。那还会不会再严重了？还会发展吗？如果不马上消炎，病人的腿就会变成畸形，活动受限了，最后甚至瘫痪。那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需要手术。如果不手术，病人还有可能引起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，比方患红斑狼疮。那他这腿不就废了吗？是啊，要想彻底治好，难了。大夫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明天呢，我要到科里去做报告，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办法？可以打封闭。可封闭不是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才打的吗？而且打针的时候会钻心的疼，激素还有副作用。不，这我不办。来这么定，只要是能保证我明天正式上台发言，我认了。你呀，就死了一条心吧！我掐人的信，填人家的喉咙呢，我看见死丫头还敢给你打电话。越想越气啊！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那姓田的不分我房子啊！我还拼死拼活的起早贪黑的给他姑娘买房子，我才不当那冤大头呢！田蜜，你怎么就追到夜市来了？妈，那田蜜上咱们家去找哥，那哥不在，我给领证来的，还去咱们家了。啊，哎，你这闺女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脸皮那么厚啊，还去我们家了，随你这不要脸的爹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太过分了。妈，别说这个，多过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们到这夜市打听打听，你打听打听我的为人，谁知道我实在啊，爱帮助人，就连流氓都让我三分，这是我的口碑，说明我招燕的知疼知热，知香知臭。我可以不卖的护膝，我也可以让她闺女进不了我家门。妈，这都是你们上辈人的恩怨，跟哥有什么关系啊？别一棍子打倒一片，你懂个屁呀！啊，这是世仇，都差点出人命，你以为吵架拌嘴啊？我管不了别人，我还管不了自己儿子？我都这么大了，我有权自己选对象。你有权利选妈吗？我是你妈，我管定你了。不讲理！我怎么不讲理了？我就是不向人娶她。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走，天明，咱们走。你给我站住！干啥呀？你先跟我说，你到底选仇人还是选亲人？妈，放下。你说你选亲人。你这个大彩票我要定了，等我成了你的老婆，我就是你最近的亲人。你不选我选谁啊？哥，田蜜说的没错，你快点把田蜜娶过来吧，这样你们就是最近的亲人了。田蜜，你不生我气了？你原谅我了是吧？啊，我当然不生气了。我妈说了，夫妻没有隔夜仇，小两口吵架那是锻炼身体。你怎么不早点说？董冠夏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从现在开始，你就选仇人当你的亲人吧。你就算要我人妈，我也不要你儿子了。妈，什么仇人不仇人的？田叔叔现在他是我的病人，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吧，就是我爸当年是怎么治好田叔那条腿的。田叔那条腿啊，就是我的活导师。谁是你田叔叔？你就到他们家过去吧，你。哎，您还真说对了，要是有机会啊，我还真想住到他们家去，那样我就能天天研究田叔叔的腿了。我要当小金刚钻，我一定治好田叔叔那条腿。你跟我说，啊，你们老田家给他灌什么迷魂药了？啊！让我儿子一心的当汉奸。什么汉奸？我这是偷师学艺，妈，我得感谢田叔叔那条腿，他让我迈出了针灸的第一步。
田蜜，你家就是我的福地，福地，田蜜，你家就是我福地。狗屁福地！死瘸子，你给我托个梦也行啊。你是不是找不到回来的路了？政权改造了，以前修表那条街已经变成夜市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只有我在这等你，我会永远在这等。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吗？只要这块表还走着，我就觉得你还活着。他走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就好像你在跟我说话一样。我每天都带着，听他滴答滴答的响。这么多年，你还要让我熬多久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怕上坟吗？我真的怕看到妈的那个坟，一到墓地我就瘆得慌。我不知道妈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楚。我觉得我现在就像个孤儿，我没有父母，我只有哥，我只有和哥相依为命。那是因为咱妈的心已经死了，所以她才会仇恨一切。如果咱们能让她活过来，那咱们的妈妈就能回到咱们的身边。是我爸的忌日，我和子苏，咱们三个去上坟，看看我爸，再看看我大。我不去。你爸到死眼里都没有我，可是老大有啊。妈，知道你想老大了。我不想他，我想他，我这眼里全是泪。妈，你现在不应该哭，你就应该笑。我笑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好笑的？当然应该笑了。你现在呀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，想看，我爸给了你我哥和我，老大给了你爱，这么多人都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你当然应该笑了。就是吧，我记得老大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天天可开心了。你们两个眼里还有你妈呀。妈，您看您说的，您是我和子苏在这个世上最亲最亲的人，永远都是。你们两个冤家，咱们娘仨啊，打着、哭着、苦着、骂着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都分不开了。不要跟我爸上坟吗？我收拾收拾收拾。什么时候跟你爸爸上坟这么积极了啊？妈，那个我爸坟上种的那些乌头。乌头？那被隔夜的
茶，将这光阴如水，在平淡中走出晚归处，心生锈了，生锈了。门关了，窗却开着，陌生了，熟悉是背靠背的面对，那张暗窗。